那我最后问你一句，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上来吧，我背你。不用。上来。真不用。 我说严重就严重，背着好一点吧。没有，还是一样。你放我下来，李子欣。 你之前斩钉截铁的拒绝我，结果现在就选了这个人，他骗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少胡说八道，谁骗人了？你闭嘴！余生，你要不要先上去啊？这个纪梵希是我骗你，我倒想听听他是怎么编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全部都是实话，怎么着？ 信不信我揍你？够了！吵够了吧？我跟他聊两句，你先上去。是他先动手的。我说了，你先上去。行，面瘫。 他腿受伤了，你扶着他点儿。你腿怎么搞的？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脚怎么了？我亲眼所见，余生送给那个女孩的项链就在我家。你一定弄错了，余生不是那种人。 我亲眼所见，你都不信。别人还亲眼看见我自杀呢，也是真的。这不一样。嗯。哎，我和余生很早就认识，我比你更了解他。仅仅只是了解而已吗？ 我不希望你在干预我和余生的关系，我也不希望你对余生抱有任何敌意。看来你对他是死心塌地了。我只是选择自己相信的。其实我们和他不一样，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，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误会他。余生他就不能受伤害。 我就是可以受了伤害的那个人，是吗？不是，李子欣，我可以什么都不管，我今天这么失控，完全是因为担心你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愿意帮你成全你。但是我不希望你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我不想看到你再受一次伤害。对不起，纪梵希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。你会对余生说这种话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喜欢他。反正不管你怎么想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。 那我最后问你一句，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